吃又好玩的美味餐具巧克力。嘿嘿，这个巧克力怎么这么黑呀？猴子们，把你们黑黑的表情笑出来吧！阿忠今天又来炸一块好吃的鸡排，鸡排在这里，我们等一下把它拿出来，给它放到这里锅里面，滋滋滋滋，哇，炸的滋滋冒油，好香啊！我都要忍不住尝一块了。好吃的鸡排，我需要给它倒点调料，倒点盐进去吧。啊，太咸了，太咸了，倒点胡椒，倒点辣椒粉，倒点孜然粉，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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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倒点，多倒点。现在阿忠要把这个鸡排给它切一切，切一切，切一切，切一切。哎，你看很厉害的哈。哦，他好像，哎呦，这把劣质的刀根本切不动，气死我了！我把你吃掉，把这块鸡排也给它吃掉，那锅也给你吃掉。今天怎么烧这么难吃啊？气死我了！把勺子也给你吃掉，把这个调料瓶也给你吃掉。你看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，你怎么断掉了，害我不能开心的吃鸡排了。我要去找我闺蜜去了。好了，又是开心的一天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